这是1000万，一周之内不花完，你就不是我女儿。哎，这箱子挺好，正好可以装我那些捡回来的易拉罐。混账！易拉罐能值几个钱？妈妈，勤俭持家是传统美德，你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怎么能这么？妈妈，这些我们可以存起来，以后等我们。好的，妈妈，易拉罐是无辜的，我这就去花。这么大的数额，我得好好规划一下。正好我需要一个笔记本来记我捡的易拉罐，然后要一支笔，10个编织袋啊。如果能再有一辆三轮车就更好了。妈，啊，打我的竹条也可以换一个新的。喂，小刘啊，啊，给我买一栋1000万的烂尾楼，怎么只要500万呢？不行，必须1000万。就这样挂了啊。妈，我买一栋楼，这就对了。就得这么花。喂。喂，小姐，你5分钟前买的那栋楼拆了，现在你结婚了，你双打一枪。妈，又多了1000万。妈，我错了，妈，你这个圣家子。妈，妈，可人，既然你这么没用，妈妈只能去找下家了。再会。妈，那我的易拉罐怎么少了一个？只是给男朋友买了一辆保时捷，居然把我妈给我的1个月的菜钱全用光了，看来只能动他们了。只能拿这些先顶一顶了。可人，你的红包呢？那个在我那儿呢。妈妈现在手里没现金，我去拿几个。你的前任们跟我打游戏太卡了，我想给他们每人换一个手机。妈，啊，不用麻烦了，我已经给他们买好了。那现在也都春天了，妈妈去拿几个给你买身新衣服啊。妈，我早就买好了，懂得对自己好就行。那妈妈现在去买点菜，待我回来给你做饭。你跟谁说话呢？妈，现在是特殊时期，不能出门。我们有骑士卡，上支付宝搜索骑士卡就能免费领一张。饿了么美团外卖红包7折起，看电影5折起，各大视频会员充值也只要7折。我这就下单，菜马上就送过来，这么方便啊！有诈！妈，妈，妈！可人，乱用红包之时，就是你我恩断义绝之日。你往年的红包我都带走了，再会。妈，去年的总得给我留下吧。